诸位同学，请接着看第五如来赞记的第七首。供养一业佛，习尽未来际，心无占皮焰，当成无上道。普贤大愿里头啊，这个特别提出来啊，第三愿，广修供养。啊，供养的对象呢是一业佛。这个一业佛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。啊，诸位要记住，三世诸佛里头的未来佛就是一切众生，所以供养的心、供养的愿、供养的行啊，这个行事啊，习尽未来际，心无占皮啊，从来没有感到疲倦，也没有感到厌烦啊，为什么呢？果然以普贤菩萨教诲来学习，肯定你是法喜充满啊。供养的功德了无比殊胜啊，财供养的财富，你的财供养永远不会缺乏。世间人想求发财，他不懂得发财的道理啊。我有一次给这个大学校长讲啊，因为人很多，可能他没听清楚。纵然听清楚的时候，我想印象不深。以后有这个机会啊，我还要跟他说。那是我参加这个大学里面商学院院址的落成。那里面的教授啊，都是商学院的教授啊，专家了。那商学教的时候，那当然是经商，怎么样经营，怎么发财嘛，目的嘛，都是发财嘛。我参加的时候，我笑着，我说这个课程我也能上啊。这么多高明的教授在教这些学生啊，教学生呢怎么样经营，怎么样致富，可是教授本身没发财，本身未能致富。教学生发了财了，自己发不了财，这个有问题呀！如果你懂得发财这个秘诀，应当你自己先发了，你发足了，你才教人呢，像诸佛菩萨一样嘛。他得到了大福德、大智慧，然后教化众生呢。
所以我才说啊，这些老师，知名的老师教学生，他只知道语言啊，懂得致富的一些原理、原则、方法、手段，他不知道因在哪里。因是什么呢？这我们中国人常讲啊，你这个人命里头有没有财呀？你看算命的时候算的是你有没有财库啊？那是因呐。命里头有大财库，遇到这些缘呢，因跟缘也加上，果报就现前了。你就发大财了。如果命里头没有财，这些专家学者教你许许多多理论的方法，你还是发不了财。你在人家公司当个职员而已。顶多做到什么？做到一个高级的助理。公司财产别人的，不是自己的，那老板的啊。所以命里头要有财啊，命里头的财是因啊，因那只有佛知道啊。那是什么呢？财布施。我命里头的财不拘多少，只要欢喜布施，越施越多啊。这个我们在历史上看得太多太多了啊。我们自己本身学习在这几十年当中完全证明了，一点都不假啊。我命里头没有财富啊，没有健康长寿啊，命里头只有一点聪明智慧，大概过去生中啊，只修法布施，不懂得财布施，也不懂得无为布施啊。但是这一点聪明智慧呀，遇到了善缘，遇到好老师啊，老师教我你命里的缺少的东西，你赶快要补足啊！没有财，一定要修财布施啊！我没有财，没有财是，一分钱一毛钱也是布施，恭恭敬敬的布施供养啊！但说是一分一毛，这个我做得到。一块两块还行。多了做不到了。真干了。诚心诚意的干。恭恭敬敬的干。我干了50年了。这是张家大师教我的。没有健康长寿，这命里头没有啊，短命啊。怎么样呢？修法，修这个无微不施。无微不施，我只做两样事情。一个放生。当然我明白这个道理啊，马上我就改吃素食了。所以我学佛大概6个月，我就吃常素了。素食是无微不食。放生。积极的无微不食。第三个呢，
布施医药，啊，每一年虽然自己收入非常微薄，啊，总要拿一部分的时候送到医院，啊，给一些贫苦穷人呢做医药费，啊，布施医药。决定没有积蓄，有多少通通都布施掉了。几十年来都是这样做法，啊，所以到晚年，啊，寿命延长了，啊，我命中的寿命只有45岁，啊，啊，寿命延长了，啊，福报啊，好像也现前了，啊，有一些老法师看到我的时候跟我讲啊，说净空法师，你走老运了，啊，本来我根本老都没有啊，现在还有老运。这老运说，这一生当中懂得佛法修来的，啊，跟了凡先生一样啊，了凡四训对我影响很大，啊，我学佛可以说第一步就是看这部书，朱金洲老居士介绍给我的，我看了非常受感动，啊，那个时候20几岁，25岁，啊，不认识张家大师之前，我26岁认识张家大师。啊，所以懂得断恶修善呐，自求多福啊！啊，所以事出世间法都有因、有缘、有果。啊，那有人求财，佛事门中有求必应，都是张家大师教的。啊，你修因，哎，再加上缘，果报就现前。啊，所以我要到学校教人发财啊，我相信比那些教授高明。啊，教你怎么发财，教你怎么样开智慧，教你怎样得健康长寿。这个是佛门里面小儿科啊。那李炳老常常讲的，这鸡毛蒜皮啊，这不是大道小道，但世间人呢，目的只是在小道，大道他不懂啊，小道就非常受欢迎了啊，这个小道应当把它发扬光大，大家。供养里面，财供养、法供养、无为供养，对一切众生要生平等心，啊，不要有妄想分别之处，啊，你的心清净平等，你得到真实功德，啊，那布施不当。譬如这个赈济救灾啊，我们拿了钱去救灾了，结果经手的人呢，他没有把这个钱完全用到灾区，自己入了口袋了，这是他的事情，与布施的人毫不相关啊，他造罪业，绝对不是布施的人呢，给他机会造罪业，不是的。除非你有这个心，哎，我多布施一点，叫他贪污，叫他造罪业，那你就是害他了。你没有这个心，啊，你完全信任他，
你的功德是圆满的，一点折扣都没有啊。他造罪业，众生得不到你的帮助，那是众生没有福报啊。这个里头理跟事都要清楚，我们才不会疲厌呢。啊，所以有很多人呢纠结在那，哎呀，这当中人靠不住啊，钱都被他们拿去了，算了，我不做了。你错了，这种修福的机会呀，你把它放弃掉了。啊，理很深呐，事很复杂了，大学问呐，不能不知道啊。的供养心，习经未来际啊，无论是对人啊，能施这个所施当中所施之物，敬未来际都没有疲厌啊，这个人当成无上道。下面有三首偈，有两首，外加内治，觉证菩提。啊，我们看到一个真正如理如法修行的人，他决定得佛菩萨威神加持。啊，三世一切佛，当供满如愿。一切佛会中，如身安住彼。你发的心是供养十方三世一切诸佛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了，没有不加持你的。你看看，你种的因，它当然得果报啊！啊，三世一切佛都加持你了，当供满如愿。每一尊佛都会满你的愿望，你这个缘哦，结得广了。啊，一切佛会中啊，如身安住彼啊，你跟每一尊佛都有缘，每一个佛国土都有缘。将来你到哪里去啊？啊，你可以任意游历一切诸佛国土啊！你看，你多自在，你多快乐啊！其实这个道理并不难懂。真的是人通此心，心通此理啊！啊，我们肯帮助人，自自然然得到许许多多人帮助。啊，不要去求啊！哦，我帮助人一定要求人家果报，不需要，这个念头绝对没有。啊，但是，当你在需要的时候，你决定有。为什么呢？佛菩萨加持你，你哪里会有缺乏呢？啊，最重要的，我们要有智慧，要有信心。啊，首先对老师有信心呐，对经教有信心呐，啊，对经教就对佛菩萨有信心呐，啊，老师教我这样做，一定是好的，
我应当依教奉行。啊，张家大师教我学布施供养，给我的时间6年呢。啊，但是3年他老人家就往生了。啊，往生之后我还是照做，非常认真努力做。6年的时候，这个感应的缘成熟了。啊，我将来究竟走哪一条路？我请教张家大师，这个出家这条路啊，张家大师替我选定的。啊，6年呢，出家的语言成熟了，感应不可思议啊！啊，他教我只要真正发心，这一生当中为佛法为众生啊，决定没有为自己这个念头，你的一生佛菩萨替你安排，佛菩萨照顾你，你一点都不要操心。我听老师的话了，所以这一生当中遇到的顺境也好，逆境也好，我知道都是佛菩萨安排的，都是提升境界的。啊，我身心安稳呐，没有受外面环境的影响啊。一切都依照经典里面的道理教训去做啊，处处忍让啊，与人无争，与事无求啊！啊，真的，这50年当中，一年比一年好。一年比一年殊胜啊！一般人家物质生活、精神生活、学业、道义都在增长啊！啊，法喜充满了，所在之处。我们一定跟当地众生结善缘啊，修布施供养很快自自然然就融入当地社会，跟当地的人民变成一家人了。那我们道场事情啊，就是他们家的事情啊，他们很关心啊，很照顾啊，这些佛教导我们的 啊，这些都是随顺心得啊，爱护一切众生，布施供养一切众生啊，诸佛满我们的愿，一切众生也满我们的愿，一切众生是未来佛吗？
再看下面一首，一切诸如来，誓愿无有边，大智通达者能知此方便。这也是讲的十方三世佛。誓愿没有边际啊，佛菩萨誓愿广大没有边际，愿虽然各国不同，总的归纳起来，不外乎四弘誓愿啊。这个四大这个相啊，把一切诸佛菩萨的愿全部都包括在里面了。啊，所以称宏愿，宏就是宏大了。啊，第一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啊。啊，第二愿，你要想度众生，必须成就自己的德行，德行是第一。啊，德行是什么？烦恼要是离开了，信德就现前了。所以烦恼无尽誓愿断了，断烦恼是成就自己的信德，不是别的啊。我们世间一般人讲道德，有烦恼道德就没有了，烦恼尽了道德就现前了啊。有道德了还得要有学问，有方法，你才能帮助一切苦难众生 啊。所以借着就法门无量誓愿学 啊，你不能不学法门啊。啊，学法门是为度众生的，德行、智慧、能力，不但要学，最后还说要学到圆满，跟诸佛如来一样。所以幕后一愿，佛道无上誓愿成啊，要成就究竟圆满的佛果。你才能广度一切众生啊。现在讲是为一切众生服务啊。啊，这个服务快乐无比啊。啊，无有疲。啊，这个境界是真真实实不可思议的境界。不可思是我们想象不到的，不可意是我们没有法子说出来的啊。古人常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。啊，我们喝一口水，你问这个水热不热，我说热，说不热，你都没有办法了体会到，你必须自己喝一口你就明白了。如来境界亦复如是啊！啊，凡夫境界佛清楚，佛明了。啊，佛菩萨境界，凡夫是永远没有办法体会到的，没有办法想象得到的。看，所以这个大智通达者，能知此方便。
这个地方讲大智通达，诸佛如来是大智通达，大威光菩萨今天也是大智通达，知道啊，所以肯学佛啊。对佛陀的教诲百分之百的顺从。你要问为什么？因为他知道佛陀的教诲完全是自己信德的流露啊！我要随顺信德，自己又没有见性，那随顺佛陀的教诲就是随顺自己的心得。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，特别是在初学啊，等觉菩萨还是随顺佛陀教诲，为什么呢？自己虽然见性，见性没有圆满啊，连等觉菩萨尚且如是啊，何况我们凡夫呢？在华严会上我们看到的文殊师利菩萨是等觉菩萨，华藏世界上的等觉菩萨，普贤菩萨也是华藏世界的等觉菩萨，都随顺佛陀教诲 对待一切诸佛如来啊，都是礼敬赞叹供养啊，自己还是要忏除业障啊？为什么呢？最后一品身相无明没断，那还是业障，还要修忏悔法啊，依旧要勤转法轮，请佛住持啊，还是修随喜功德，恒顺众生呐。普贤菩萨不是教我们学，他不干呐，他带头干呐，干在先呐，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呐。华严经经文长啊，你能看得很圆满，方方面面都看到。大乘无量寿经经文是比较短，自始至终哪一句不是普贤行呢？所以经文一开端，贤共遵修普贤大师之法了。所以古大德说无量寿经就是中本华严，有道理，不是没有道理啊。所以能知，能知才能学，才真肯学啊。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能够遵守佛陀教诲啊？阳奉阴违是无知啊，我们是不知此方面的啊，以为自己想的啊，自己看的是正确的啊，他不知道你自己想的、自己看的、自己说的、自己做的，如果与经教相违背，你肯定错了
啊，那么这个方便通知普贤行。啊，再看幕后两首。啊，举业列语。大光供养我，故获大威力了，令尘俗众生成熟向菩提。这在前面我们看到过啊，大光菩萨弘法利生啊，能令如须弥山为尘俗众生发菩提心啊，寄诵这一句啊，就是讲这桩事情啊，他弘法的成就得佛力加持啊，佛为什么会加持？因为大光会供养。这个供养诸位千万不要误会啊，佛收了贿赂了啊，特别喜欢大光菩萨了啊，特别照顾他了，不是的啊，这个供养我们都行愿品就晓得了啊，是什么样供养呢？依教修行供养，法供养中最呀！啊，大光菩萨对佛的讲经说法，对佛的行事。他明了啊，他看懂了，所以他深信不疑向佛陀学习，学得很像啊，啊，这叫真供养。过获大威力，这个威力通知德行、智慧、能力向好，所以他教化众生成就跟如来没有两样啊！啊，诸位想想，哪一个人能在一生当中啊度这么多人，修行真果？这个果虽然不是无上菩提，这个果是正等正觉啊！是明心见性，是入化身菩萨的果位。从这些地方看的时候，你才能看到微光菩萨教化众生的威力。啊，这个威力里头最重要的就是道德。啊，所以三学里头戒是根呐。
皆为无上菩提本，不能疏忽，应界得定，应定开慧呀。教化众生，这个戒定慧三学融合成一体，就产生无比的威力了。这三个当中缺少一个，就像鼎一样，三个足，缺少一个了，站不起来了。我们不能不知道啊！所以道德教育比什么都重要啊！沙弥律仪要认真，好好的细讲一遍。怎么个讲法呢？自己没有做到，讲不出来啊。你讲不出味道出来。你要发心学讲，你先要依照这个律仪去做，去修。十戒二十四门威仪，你果然做到了。你在我们学院律师了，律师是人师，你是大众修学的榜样啊！从这个基础，在下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。正觉慈悲，你就能够得到定慧。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好的修学环境。大家都知道今天这个世界社会动乱不安呐，这个地方安定呐，你能够守住这个地方，你会有成就啊。到你成就的时候，教化众生因缘成熟了，这个事情你不要着急，到时候自然成熟，自然产生很大的效果，在我们这个时间，我们的祖师印光大师他老人家在70岁之前真的是默默无闻，没人知道他。他在葡萄山藏经楼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做一个管理员而已啊。他看藏经楼30年了。那我们就晓得
他从40岁就负责看这个藏经图，到50岁、60岁、70岁，30年。30年呢，没有离开他的藏经楼啊。你们想想看，他不是到处乱跑成就的啊。30年在藏经楼里头不动啊。越藏念佛成就自己戒定慧三学，所以70岁被人发现。民国初年，这些大居士们到普陀去朝山，碰到他了，一看这个和尚跟一般和尚不一样啊，谈吐之下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哦，这个离开普陀山之后，普陀山有高人啊，给他宣传，报纸杂志上给他写文章啊，佛法的一些问题用书信向他请教，大师通通都回信了，真的用文字弘法了。这样一来说，人人都知道了。他老人家80岁往生的，他弘法的时间只有10年了。这个10年产生多大效果？这10年度生无量啊！你看他的文钞，戒引多少人往生净土？那成熟的往生净土，那就是成熟相菩提啊！再看幕后一首：助修普贤恨，大明称菩萨。庄严佛刹海，法界普周遍呐。清凉大师在幕后这两首给我们注解的是举一列语，举一就是举大威观菩萨，你看他的修行成就。幕后这一首呢是列语，于是哪些人呢？助修普贤恨，大明称菩萨啊，这个大明称不是说知名度很高，实至名归呀！印光大师真的是实至名归呀！他不是要求人替他鼓吹呀。提高他的知名度没有啊，确确实实道德智慧的能感动了一切众生啊，这一切众生里的知识分子懂得了为他介绍啊，你们要相信学佛啊，佛门里面真善知识啊，大善知识在哪里？他们发现到处介绍啊，所以这边第一个修普贤恒的菩萨。其次是大明称菩萨，大明称是这个修学有成就的
大威光菩萨完全符合这两句啊。大威光是修普贤恨的啊，也有佛有慧有大名称啊，只要这样学就行啊。诸位看看这个印光大师给我们的示现，30年不出藏经楼，最近的一个祖师做出榜样给我们看，我们要常常到处去奔波，那怎么能成就呢？这一桩事情啊，希望同学们要多想一想啊。啊，首先你要想到什么呢？你的心能不能定下来？你想这个能不能静下来啊？事出世间做学问，这两个是基本条件。心要不能静，不能定下来，事出世间学问都不能成就。啊，那么你如果想教化众生，希望教化能够有殊胜的成绩，你一定要做出榜样给人看。啊，日本净宗开山祖师啊，他建立一个宗派，人家一打听，哦，他在比瑞山16年没下山，不管他怎么样，恭敬心先生起来了。一般人做不到啊，没有这个耐心呐。啊，忍辱是忍耐啊，是精进禅定的基础啊。啊，没有这样的耐心，还谈什么精进？没有精进还谈什么禅定智慧啊？所以一般人看人看什么呢？一般人真的他也没有智慧啊，他也没有神通，他看什么？哎，看你有没有耐心。哦，你在哪个山上哪个道场几十年不下山，恭敬之心油然而生呐！啊，人家见印光法师一问，30年没有离开藏经楼，就这一点就叫人五体投地了。啊，所以成就也跟大威光菩萨一样，庄严佛刹海，法界普周遍呐。大威光菩萨做到了，修普贤行的菩萨、大明称的菩萨都能做到。啊，威光菩萨是我们修学的好榜样。这一分经，前面10卷是讲果报，这一卷是讲因行。那个华藏世界是怎么成就的？大威光菩萨修成的。大威光菩萨在此地怎么个修法？我们看到了啊，你要能懂他的意思，要知道依教奉行
啊，我们以他为榜样，以他为模范，为典型，啊，一心一意向他学习，我们也会有不可思议的成就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